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阁注》第444页第一行，32种大乘佛像。我们看参考资料，第六页最后一段，佛感此相者。感是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那么佛现为我们这个世界古印度人，佛出现在印度，随顺印度人的风俗习惯，印度人对于相好，就大富大贵之相啊，都非常尊重，非常敬仰，爱戴。同时呢，佛示现的这个相啊，也要告诉大家，相是修来的。要修善因，才会有善有好相。相也是果报之一。所以夜夜之相，即百种之福。可见的，所以百佛庄严，100种福庄严一个相。那么32相，这3200种庄严，长时间所修的，这个地方所说的百劫之间，这叫长时间。法界次第，下至下卷，有这么一段文，说这32种。通通称之为相。相呢，是有所表的，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不是模糊不清，而是清清楚楚，这个才叫相。如来应化之体现的这32相，佛实际上佛没有相，恒顺众生而现相，众生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像《普门品》里头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得度之，所以在印度现佛身。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在中国呢？有。很多人都知道，唐朝天台山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佛在中国现的是比丘相，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就现比丘身相。这是随类现身，各个不同。那么这些就是身份暴露了，少数的，还有多数的身份根本没有暴露。我们可以从他一生行仪里面呢去观察，不是凡人呐，是佛与大菩萨再来的，
中国人跟佛特别有缘分。啊，这是什么道理？佛法是师道，总而言之，他是老师啊。师道啊，必然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那么中国人对孝特别重视啊，自古以来没有不尊重孝道，没有不赞叹孝子啊。那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啊，能孝顺父母才能够尊师重道啊，跟大乘佛法所说的不谋而合啊。世尊在观经里面所讲的经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第二句奉事师长，把孝养父母摆在第一。我们的身体得之于父母啊，父母所生抚育长大，我们的智慧也得之于老师。所以人有两个命，一个生命，一个慧命，慧命得之于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尊重跟对父母相同。在古礼里面呢，我们呢最明显看到就是称名啊。古时候满清末年还是这样啊，人与人之间相称，称字称号不称名啊。人成年了，男子20岁，成年就戴帽子，行冠礼啊。女子16岁成年啊，我们讲梳头了啊。成年人对他就要尊重，称名对他就不恭敬啊。他是童子童女，称名没关系，他小孩子还没成年啊。成年之后同辈分的人送他一个字啊，都称他字。如果他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连字都少称，他有别号啊，称号。最尊敬的是连号也不称啊，称地名。像李鸿章清朝末年，人家不称他名，也不称他的字，也不称他的号，称他说李和飞，他是合肥人啊，称他李合肥，这对他最尊敬啊，认为合肥这个地方出了这个大人物啊，这是合肥的光荣，是这个意思啊。出家人呢也如是啊，你像我们这个经上常常引用的净饮书，无量寿经净饮书，净饮是隋朝时候人啊，他的法名叫慧远，跟我们初祖慧远名字完全相同啊。我们初祖是东晋时代的人，他是隋朝啊，隔的时间很远。在佛经佛教里面呢，称他做小慧远啊，这小慧远就知道是隋朝的慧远大师啊，不是初祖。
那么别人尊重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称，称他做净隐大师。净隐是他住的庙的名字，净隐寺，啊，净隐大师，这对他很尊敬。啊，唐朝你看窥基，啊，这是法相宗的祖师，啊，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人家对他也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字。他住在大慈恩寺，称他做慈恩大师。啊，都称地名。啊，智宜大师，就常住在天台山里，称他做天台大师。啊，都称山名，称寺名。来称他，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称号啊，我们能够了解，啊，古人称名，一生都称你名的，是父母称名，啊，那么另外的呢，就老师称名，老师跟父母地位平等，你在朝廷做官。皇上都不称名，都称你字。皇上要称你名，你犯罪了，你判刑了，啊，不把你不尊重你了，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称谓是很重要的礼节，啊，不能称错了，啊。那么如来应化在世间。随众生的心，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我们在前面说过，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朝五台山。他是从普陀出发，朝五台山，三步一拜，啊，3年的时间才拜到，走路，三步一拜。有时候在旷野，在深山里头，附近没有人家，啊，一个人单身，啊，还三步一拜了，啊，所以在途中曾经。2次生病，都没有人照顾。在我一级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啊，乞丐看到一个老和尚，啊，很辛苦，很可怜，照顾他，讨饭来喂他，山上找草药来给他治病，啊，把他病治好。身体恢复了再去拜。啊，1个多月他第二次生病。总是体力没有完全康复。啊，第二次呢又遇到这个乞丐。啊，这个乞丐给他调养。到他身体完全复原。才让他走。啊，他问这个乞丐，你看救命恩人呢、啊？啊，问他姓名，他告诉他姓文，文章的文，名字一个字，吉祥的吉，叫文吉。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你一拜佛拜到五台山了，你就知道了。他拜到五台山的时候，到处去打听，没人知道。这一直带到拜到寺庙，啊，拜完文殊菩萨之后，向这些法师们请教。法师说：“你遇到那个乞丐呀、啊，是文殊菩萨化身的。”他恍然大悟。你看，在急难当中
佛菩萨现身的帮助你，跟你在一起住2次1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啊，你发心，菩萨就知道啊，就沿途照顾你啊。真有困难的时候，他现身啊，应以乞丐身而得度之，他就现乞丐身。啊，在山野里面遇到乞丐不稀奇，乞丐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啊，你不感觉到奇怪。另外一种身份呢就不行了，那他就怀疑呀，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会来救我？啊，所以乞丐的身份最方便，啊，让你一丝毫怀疑的心都没有。啊，你可以跟他无所不谈。啊，真正学佛，真正发心。啊，虚云老和尚那一次发心朝山，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的父母，孝心呢，啊，真正做到了。3年苦行啊，那么这就是化身，所以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我在抗战时期，在贵州铜仁念书，啊，念初中。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是抗战时期他没有学佛，他们一家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积德行善啊，校长大公无私，我们学生没有不赞叹，没有不佩服的。啊，跟校长的关系比父母还亲，因为我们是流亡学生。啊，离开家了，学校照顾我，校长是父母啊，照顾的无微不至，比照顾他的儿子还周到。啊，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视生如父子，是我们亲身遇到的。到台湾之后，他学佛了，他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他住在台中，啊，就到台湾呢，我们又碰到了。啊，师母跟我们讲了个故事，亲身遇到的，啊，这是。抗战胜利之后，啊，学校解散了，校址移交给贵州铜仁政府去办理。啊，我们都返乡了，啊，这回家了，啊，那么老师住在南京，南京有一栋房子，花园洋房。啊，院子很大，有3道门。啊，我去过。啊，大门进去是庭院，院子里有10几棵树。啊，非常好。那么进了2门，里面才是房屋。啊，有他的客厅、书房、啊卧房。那在进去之后要开进3道门才到他的厅堂。师母告诉我们，有一天突然有个和尚在他家里出现了，啊，他问这个和尚，那时候没学佛，问他和尚从哪里来的，九华山来的，
啊，来干什么？来化缘。他是不懂得什么叫化缘，啊，只化五金香油。啊，师母没给他，没给他，他就走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这好像奇怪呀，啊，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好像门没开呀，真的没开，大门、二门都没有开，他怎么进来的？走了之后，门还是关着的，他怎么出去的？这个问题，实宗放在心上，找不到答案。但是这个和尚给他讲了一二十分钟的话，绝对不是假的，不是烟花。啊，到台中学佛之后，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说，那是地藏王菩萨了，他后悔死了。啊，没有供养五金香油，家里有啊，不是没有啊，没有供养。啊，所以这一知道之后啊，天天拜地藏菩萨，天天念地藏经，啊，念得很灵，念大悲咒，念地藏经，他的大悲水非常灵验，啊，什么病都可以治，沉着灵。啊，就是他亲自见到地藏王菩萨化身，到他家里来了。啊，一生勤俭爱人，啊，我们这些学生没有一个不感恩。啊，那么在台湾晚年的时候，他在台湾做官了。考试院的，那是这个考选部，考选部的政务次长。啊，现在人讲二把手，政务次长。公家配给他一辆轿车。啊，这辆车，他上班，公司他坐这个车，私事他坐巴士。啊，为公家省汽油。你就想他的姐姐，他的儿女是绝对没有份坐那个车的。啊，公司才有，公家给他装了个电话，电话是公司用他，外面打过来可以。家里私人事情不可以用这个电话打出去，到门口巷口有公用电话。所以他的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老古董，老古董到这个程度，这天下哪有这种人？我说这才叫好官呢。啊，你是这个官会贪污吗？那不可能嘛，一点一滴都替公家着想。那，不能浪费一点，公司分得清清楚楚。啊，所以我说我在台湾看到第一个真正廉洁的官员，啊，生活非常节俭，啊，多下来的钱会寄到大陆。家乡还有亲戚朋友帮助他们。老师以身作则，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在学校读书时间虽然不长，受他的感化很深。啊，我学佛之后出家了，我常说没有人赞叹我出家，我的长官、同事、同学、朋友都说我迷了。啊，学佛可以，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
只有两个人赞叹，方东美先生赞叹，或者周老师、周校长他赞叹。啊，所以到了晚年了，老了，六七十岁了，我那些老朋友跟我见面，哎，你的路走对了，你现在想学来不及了，迟了。我26岁发现佛学，33岁出家。22岁就开始学习，没有一天放过，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寺院里面金蝉佛寺法会我没有参加过。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学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一生只做讲经教学，世尊在世没有金蝉佛寺，也没有法会。真正是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老师只帮助你信解。行政是你自己的事情，老师不闻不问。你听懂了，你真相信了，你就要去做，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在这个里头你就正，正什么呢？正你所信，你所解。跟你的心融成一体，那叫真。所以佛教是教育，佛教不是宗教。佛教变成宗教，这个历史不超过300年。特别是最近的200年。它变成宗教了，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佛菩萨是老师，不是神明啊。我们塑造这些佛菩萨像，它是表法的，目的是在教学，让你看到佛像。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一样，我要认真向他学习，他提醒我，是这个意思。有中国人慎重追远，纪念老祖宗的意思相同。不过中国是用牌位，他是把它塑成像。比牌位的时候更有艺术价值。所以佛教的教学。几千年前就提倡艺术的教学法，这是到二战之后，社会大众才讲求艺术，在佛教是领先2500年，就讲求艺术教学，讲求表法。所以32相呢是表法，表法身众德缘起，缘到基础啊。你看每一个相里都表有100种好啊，这个100种福啊，百福成一好啊。32相那修3200福啊，这是鼓励人。行好，行好，你的相貌就好。是见者呢，爱敬。见到的人生欢喜心。
生起恭敬心，啊，有圣德可从，殊胜之德。啊，可以叫别人遵从你。啊，为什么要遵从？不是佛菩萨自尊自大，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恭敬遵从这个心呢，可以入佛道。就是佛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听得懂。没有恭敬心，有怀疑，你怎么听也听不懂啊！所以圣贤教育没有别的啊，它的条件就是真诚恭敬，你就能学到啊！不是真诚，不是恭敬，佛菩萨来教你学不到啊！连中国传统的孔孟学说也如是，读孔孟的书，没有真诚恭敬心得不到，看不懂，会把意思都错解了啊！所以真诚恭敬是圣学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啊。那么佛善巧方便呢，用这种方法让人起恭敬心啊，其尊崇的心啊，教他，他才能信，才能解啊，能信能解之后，他就会落实，把所学习的落实在日常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就真用上了啊。这是真实的教育，真实的智慧，啊，人天中，啊，人天中尊，啊，最尊贵的，众圣之王，啊，世间圣人很多，佛也是圣人，佛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故先三十二相，啊，是这么个原因，为什么要先三十二相？这就交代清楚了，啊，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汇集的很好，有因有果，啊，弥补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不足，上一次果讲到了，因说的很少，啊，这一次有因有果。第一个是足安平相，头一个是足。不受头，不受头，为什么呢？足是你安定的，啊，你足踩不稳，你身就不平衡，啊，一定叫你脚扎实地，这都有意思，顺序都是有用意的，啊，我们学佛从哪里学？就要从根学。从最下面的学，啊，慢慢学到最上面，啊，像念书，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这也是表这个意思。这个相呢，也叫做足下安贫立相，足下平满相。两足掌下，皆悉平板。我们的脚不平，踩到地面上，当中挖进去。佛的脚是平的，佛的脚非常丰满，啊，它是平的。啊，这个地方有一尊佛像，你们看，佛的足是平的，啊，没有挖下去的。即足底，你看平直柔软，安住密住地面之相，地是平的，足也是平的，
这都说的果。下面呢，这是讲因，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相？我们为什么没有？系佛于因为行菩萨道时，他在没有成佛之前，跟我们一样，在修行这个时候，修六波罗蜜所感的这妙相，他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修六波罗蜜才会得这么好的相。那么此相表引导利益之德，表什么法呢？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佛戒引众生，给予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佛菩萨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他来干这个的。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苦是迷惑而来的，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白，不认识，看错了，想错了，于是乎做错了，也说错了。这个带来的时候就是苦难。如果我们认识清楚，我们搞明白了，苦就离开了，乐就得到了。所以苦乐是果，迷悟是因。那么佛要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果上没法子，要从因上，因上就落实在教学，先做给他看，然后再说给他听，他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他也会修布施持戒。他也会修这个了，他就得乐了。这种离苦得乐，并不是帮助你富贵起来，不这个意思。为什么？人一生富贵贫贱那是命啊，佛不能改造你的命啊，不能直接，佛间接帮助你解决，真有效果。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命运自然就转了。依照他的方法去做。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一定依他所讲的道理方法去做，你才能得到，真的可以得到。你比如现在人都希望发财，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在追求发财，想尽方法取得财富，但是很多手段是错误的。他有没有得财富呢？得到了。虽然得到了，他的损失超过他所得到的，那这就不是真善了。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财富。第一个，自己心不安，怕出事情。在精神上有压力。第二个，他所付出的代价，他原本有100岁，这个财富啊，他是100岁所用掉的，他现在拼命要拿的，把后面全都拿出来了，等于说是100岁的这个禄啊，享受啊。50岁就想光了，那50岁就死了。你看，他要付出50岁的寿命的代价，这个不值得了。这是说禄尽人亡。如果是一个人很节俭、惜福，他寿命只有50岁，但是这50岁。到的时候，他的福还没享完，他还有，怎么样？寿命延长。节俭的人寿命延长，浪费的人啊，寿命就减短。就这么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佛很清楚，很明白了。那么修福重要。财从哪里来的？财布施来的，越布施越多。我老师教我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佛，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苦，抗战期间。没有法子读书，逃难了。抗战8年，我这2条腿走路，走了10个省呢。每到一个地方，少住1个星期，顶多最长的住6个月。这最长的，一般大概2-3个月就得要搬走了，要搬家了。身上一无所有，只有2件衣服。一个被单，一个小棉被，背在身上。全副的家产都在一身背头。非常清苦。也没有福报。这些事情我们遇到的老师，特别是张家老师跟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年岁大，阅历很深，有德行，有学问。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一眼就看穿了。没有福报，有短命。那老师对这学生很爱护，教他修行，把这个补出过来。补过来就用3种布施：财布施、补福报。法布施。补智慧，无为布施补寿命，都有效果。我们跟老师真干了。没有钱，没有能力，老师说，不能没有布施的心。布施的心要有，布施的心要大。让我们看《了凡四训》，向袁了凡先生学习。我们终于搞明白了。一生修布施，
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畏布施，真的越施越多啊，寿命延长了，智慧增长了，啊，福报呢，慢慢的越来越好，它真有效果，不是假的。所以人要发财，你就修财布施，你有多少钱，通通布施掉。进来的一点超过你所施的，好像它有利息一样。啊，我们干了60年了，效果卓著啊，身心不移。啊，改造命运，心安理得。啊，没有为非作歹。啊，持戒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做好榜样给人看。啊，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要放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对一对，啊，与祖宗教诲相应，做去做去，不相应的就不能做。啊，佛教给我们三规五戒十善六护，啊，一定也要记在心上，真干。啊，身要给大家做好样子。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必须要让影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居民都能和睦，像一家人一样。我们住在这里没有白住啊。啊，如果住在这个地方，几年都不相往来，都不像话了。这不是佛弟子，不但佛弟子不够格，连老祖宗的后代都不够格，不能够顿目相离。啊，顿目是亲爱的意思。我居住的地方，我这一乡一村，啊，大家相亲相爱，像一家人。事出世间都讲究啊！啊，我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10万人，我在那里住了10年。啊，小城10万人团结起来，人跟人见面没有不打招呼的。都满面笑容，啊，10年如一日啊！我们的建宗学院建立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用的方法是用温馨晚宴，每一个星期六免费。招待大家来吃饭，所以这个小城每一个人都到我们家来做过客，啊，对我们的欢喜，我们亲切地接待他们，啊，10年赢得当地居民一句话：建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这小城通通知道，啊！你要问建宗学院在哪里，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会带你去。啊！你看去年
终于感动这小城里十几个宗教啊，这宗教的领导人来找我，告诉我们宗教联手，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城市，太好了！啊，那么今年我们想在联合国做活动，啊，谁去主办呢？斯里兰卡。啊，联合国同意了，斯里兰卡办一个卫塞节，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啊，佛教的圣诞节，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啊，邀请各国大使参加，好事啊！啊，他们要邀请我。啊，我上一次在那里办活动是2006年，啊，那一次我算是主办单位，这一次是做客，啊，他邀请我们出席做一次讲演，啊，给大使们做一次茶话会的交流，啊，我们来促进世界和谐，啊，化解一切冲突，啊，好事。佛教导我们修即到时，其心不动。啊，即是因。修善因才能感善果啊，修行心要不动，这个不动什么意思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大公无私啊，就得足下平相，你看你得这个果报啊，如来智性护持境界的足下品相啊，啊，戒就好比人的足跟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要认真的保持，不能把它失掉。啊，这个戒简单的说，三规五戒十善。一定要做到，你才算是一个佛的学生，佛的弟子。啊，不持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持戒才是真正佛弟子。第一条啊。啊，第二呢，千佛轮相。千佛轮是手掌。足心都有千佛轮相啊，这是贵相，一般人手撑开没有啊，手纹都很杂乱。佛的手上这个轮相是圆的，像个车轮一样啊，脚底下也是的啊，这是好相。又做足下二轮相，有两只脚啊，都有啊。啊，即足心，现一千佛轮宝之肉纹相。啊，这是纹。我们手指是指纹，手掌有掌纹，佛的掌纹是轮相。
啊，而且是千佛轮相，佛就是轮跟圆心当中的一条直线，啊，有多少条呢？1000，啊，可见得它非常细，非常密，非常细，啊，千佛轮相。说此相啊，能摧伏魔敌恶魔。他为什么能摧伏？他是百佛所成就的，啊，是用他福报啊，这个功德了，来伏冤敌，啊，也就是他能够把冤化解，啊，化解冤敌。恶魔，恶魔是有能力远离魔的境界，啊，魔是不善的诱惑，啊，持戒的人、修福的人不会受一切不善的诱惑。啊，我们要留意。今天魔太厉害了。啊，我在这边讲经，魔王波旬来找过我一次。啊，他来找我，说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我侵犯他的道场。我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他说电视不是的，哎呀，我才明白了，原来电视是魔王波旬的道场。那真的，我们有卫星电视，没有通知他，这是真的，所以我给他道歉，我给他忏悔。啊，我也请求他别害人了。啊，你要来护法了，我真的功德有波旬的牌位。我说我要请你来听经，啊，请你来护法。波旬是第六天的天王，他法是在天天王。啊，为什么是魔呢？他障碍人修行。啊，他喜欢他的群众多，六道众生都是他的群众。你要到极乐世界，他就头痛。我的人又跑掉一个了，啊，我的人又跑掉一个了，他很不高兴。啊，是这么一个缘故。啊，这也很有智慧，也有大福报，没有大福报，做不了那么大了。啊，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比他矮很多级。玉皇大帝是第二层天的天主，他是第六层天。啊，所以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啊，这我就明白了，原来电视、媒体，通通是他掌握的。啊，今天讲大众宣传这些东西，通通他掌控。啊，里面的内容杀到阎王，把人全教坏了，不可以这样做法了。啊，他的力量大了。我们敌不过，啊！可是我们有消极抵抗的方法。我不看电视，我不看报纸，一天天发行量，我可以不接受你，不受你的干扰。啊！我有50多年没看过电视了，大概从电视有彩色之后就没有看了。我看的是以前黑白电视。啊，有彩色的就没有看过了，总有50年。啊，这个东西扰乱我们，
我们决定不能受他的影响。啊，这50年当中，我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啊，我手机都丢掉，不要这种东西，干扰。啊，没有日子好过，有不好过。啊，讲话都是废话，哪有念阿弥陀佛好呢？啊，所以手机都不要了。啊，人家送我这些东西，别送给我。啊，别在这里诱惑我，我不接受诱惑。啊，读书读圣贤书，圣贤书太多了，读不完。哪有时间念这些乱七八糟的？啊，不受外面诱惑，心就是平静的、欢喜的。每一天，人家问我：“天下太平，没事，日子好过。”啊，古人有一句话说：“知事多是烦恼多。”你晓得那一大堆，你多烦恼，你多痛苦啊！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什么都不知道，好睡觉啊？识人多处是非多，不需要认识的人最好别认识啊。那我这么多年的时候，见面的人很多，说实在的话，名字跟人对不起来。你说名字我知道，人要是那人的人跟名字对不起来，那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啊，这一般人说这对人不尊重啊，啊是有这么一点，啊，通通不放在心上，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样就好啊，人生苦短啊。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1977年，啊，35、36年之前的，36年了，啊，那个时候的香港比现在朴实，香港的高楼最高的一层50层。我来的时候前两年建好的，啊，在香港那个窗户圆形的，圆形的，最高的一栋，现在它变成矮的了。啊，香港一般的楼房大概14层、13、14层，就是一般建造的，我所看到的，没有地铁，没有隧道。香港那九龙做渡轮，啊，那一次讲经我来住了4个月，去香港拐拐角角我都去玩过，啊，星期天他们陪我去玩，啊，一个星期去看一个景点，啊，也不累，啊，大埔这边的凌云寺。那时候我就去看过，从那边到大埔开车好像2个小时，没有路啊，不像现在道路这么好啊，是没路啊。啊，变化的太快啊，你看，那上一次讲经的时候，我还有照片，里面的听众一半都不在了。啊，都过世了。啊，讲经的时候，在九龙戒贤街谭旭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讲了2个月。2个月之后，在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在那边讲2个月，继续讲。
看看这些老法师、老朋友、老听众，三分之二都过世了。人生苦短了，几十年这一弹指就过去了。所以真正有智慧聪明人要想来生，这一生无所谓，我们要修来生。来生不求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没意思，去做佛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去了。成佛之后再到这个地方来是菩萨身份，是来度化众生，决定不受这个地方的感染，丝毫染污都染不上，菩萨身来帮助众生，来教化众生，这是上上策。那么这是讲的摧佛魔运魔底表照破愚痴与无明之德人有智慧了。或为足一指手足，故又称手足能相，手掌能相。两个手有，两足也有，有人相。那么下面说，供养父母，师长善友，如法拥护一切众生，得手足人相，修种种慧施，得手足千夫人相。这就讲因，所以这个地方汇集的好，有果有因。这个相怎么来的？你看看，于无量时，生生世世，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照顾善友，如理如法。对待一切众生，就会得这个手足人相。修种种慧施，慧是恩惠，施是布施。施财、施法、施无畏。那么今天。哪一种布施是最大的，是最殊胜的？给诸位说，培养人才。为什么呢？儒释道三教，人才都没有了。今天建道场很容易。道场建了没人才，没有老师培养老师最困难的是找不到教的人我们在马来西亚建了个汉学院马来西亚的首相很支持我们。他问过我，将来你们的汉学院的老师有多少博士，有多少硕士？
我回答他，一个都没有。他感到很惊讶。那你这个学员怎么教？我说博士很多，欧洲一些汉学家，我们都见过面，但是他没有办法教我们的课程。那我们的老师怎么培养呢？所以我看中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侨有600万，有1000多个华侨小学，是华人自己办的，61个中学。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到马来西亚找这些校长们谈话。上一次我们聚会有4、500人。我跟他们讲了10个教学危险，确实他们听了很受感动。我希望将来我们的汉学院这些老师们、校长们退休下来之后，做我们汉学院的研究员，因为他们教书。他有教书的经验，有读书的经验，知道这个书怎么读法，怎样去收集参考资料，怎样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的指望在这里。那么他们是小学老师、初中学老师，未必有博士学位。我希望我的这个汉学院有100到200个研究员，他们现在都是研究员，所以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研究员。研究的时间多长呢？要10年。我们供养的衣食住行生活我们都照顾，供养的，让你安心。在我这里读书，希望你呢专门学一样经论，内容材料在《四库全书》里头，你就学一种。10年的时间，你专门学这一门，你学易经，用10年功夫学易经。10年之后，你就是专家，就是学者。在学习过程当中。每一个星期，你把你这一个星期所学的要讲一遍，2个小时，讲给我们大家听，我们把它录像，做成光碟，这就是你学习的成绩。那么这个成绩，1年之后总结下来，我送给马来西亚教育部，那叫请教育部审查。他们获不获博士学位的资格？如果获呢，请你发给我们汉学博士学位。希望政府承认，这首相都同意了。那么10年之后，有1、200个汉学博士出来，就能大行其道了。我的汉学院就可以招生了，我有老师教了。所以这10年的时候没有学生，研究员。10年之后，这研究员都变成教授。那我们就来招生，把儒释道统统带起来。除这个方法，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有这么个方法。那么我们是以马来西亚华校这些老师，
啊，做我们研究员的对象，外面有兴趣的也能参加。啊，首先他是马来人，他是回教徒。啊，他跟我说，马来人是不是我熟？当然，在马来西亚造的，怎么能不熟马来人呢？啊，他要把他的儿子送到我们这个来。啊，所以中国、香港、台湾，啊，有兴趣的、做研究工作的，啊，这个地方环境安静。那一边同学送我一块土地，13个英亩，啊，13个acre，一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和中国亩是78亩。够用，我外面做围墙，内外隔开，闲杂人不会进去，让这些人安心在这里做研究工作。啊，要不然的时候，现在想办学的话，一个老师都找不到，你怎么办？啊，培养老师。至少要10年，啊，不能不干，再不干了，以后就没有人干了，想干都干不成了。第三，32项啊，第三，手指纤长项，就是细长啊，这是好项。又做呢长指项啊，就是手指细长啊，指长好项。这都是这个项的几种名称啊，手指细长圆满啊，端直容好。你看这4个形容词，端是端正，直是没有弯曲。容是很平均，啊，好，人看到喜欢，光晕可爱，啊，皮肤有光，啊，光晕可爱，这是手指，啊，这个像，下面呢是修音。西有恭敬礼拜诸司长啊，恭敬礼拜老师啊，啊，佛是老师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佛不是神，不是仙啊，神是一般宗教的，仙是道教的啊，佛菩萨是老师。啊，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就是佛陀教育创教的老师，我们称他为本师，自称为弟子。你从称呼上看，你就了解佛教是什么性质。啊，称是老师学生的，这只是教育。啊，宗教里没有这种称呼。啊，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啊，正名很重要啊。佛教是佛陀教育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建立一个组织，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啊，名一定要真。啊，佛陀教育，啊，说明他不是宗教。啊，那么礼拜，这是尊重老师，对老师行最敬礼。啊，我们的智慧是从他来的，破除骄慢心，所感得之相。啊，功高我慢、嫉妒这些烦恼是人之常情。用什么方法来破除呢？用礼拜。啊，我天天拜佛，天天拜菩萨，对一切人是样像对待佛菩萨那种恭敬心来对待。啊，礼拜的礼就免了，啊，要用着同样的心。啊，天天在佛面前就是训练这个，把功高我慢拜掉。把嫉妒障碍摆掉了，啊，把我们这种恭敬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待一切人事物，你就会得这个好相。啊，这个好相这么修来的。表寿命长远，令众生爱乐归依之德了。这也是这个手指细长华蕴的好相之一。啊，寿命长寿啊，健康啊，啊，众生喜欢。喜欢跟你学习啊，皈依是回头，依是依靠啊，他在迷惑，回过头来依靠你学习智慧啊，智心。受持第一、第四，优婆塞戒里面两条戒，不杀生戒，不妄语，不杀生是第一，不妄语是第四。啊，它的顺序就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五戒。五戒里头的第一、第四，啊，得到现场之相，啊，足根长相，足根也是这样的，足根长，人家长，啊，足根长相，护正法。故得直心常相啊，手指、足指、足根，这个好像啊，是这么来的啊。持戒修善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破除。较慢啊，修这些功德就会得这个相。第四，手足柔软相啊，这也是三十二相里头的一相。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在台湾，他是个高级军官，跟他握手的时候，他手像棉花一样，整个手是软的。32项，他有一个。手柔软，足我们就不知道了，只知道他手很柔软。又作手足如罗绵相，手足细软相，有这三个名称，都是讲一桩事情。为手足极妙柔软。胜于身份，跟其他的身份没有，他特别柔软。这是怎么修来的呢？系依上妙饮食，依据供养师长和父母师长病逝，亲手为其世系等奉祀供养而感得之享。这里说了两个因，一个是以饮食，好的饮食，供养父母，供养师长，衣服，或者是父母师长生病的时候，你要照顾他，照顾要亲手照顾。奉祀供养，感得这个相好。表佛以慈悲柔软之手，摄取亲疏之德，佛手柔软，这32种相，佛统统具足。这是以柔软的手。来戒引，摄受一切亲疏之德。亲是你敬爱的，跟你很接近的人；疏是一般的人，一般众生，通通戒引，平等的戒引，于无量时。这叫。过去生生世世以手摩西师长父母身除去垢秽，这就是奉祀父母师长，特别是年岁大了，他洗澡背后就洗不到，帮助他把身体洗干净。这个是孝道里头的一种，师长身、父母身，给他除去垢秽，香油涂之。这个香油现在就用香水，用香皂，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得到的呢果呢是手足柔软，一。妙衣服奉施，也得手足软相。妙好的衣服，供养父母，供养师长。布施有德行的人，善知识。那么第五是手足慢往相。这个相很少见，我们平常手指打开，这是独立的。慢网是什么？当中连起来的，就像那个鸭子一样，鹅鸭齿一样，它有膜连着的，
这个墨很细，啊，透明的，啊，像这个透明的这个是纱布一样，啊，这是32相之一，啊，很细很密，啊，这叫幔网，啊，手足腋叶之间呢，皆有幔，啊，你看幔呢是没有彩色的花纹。丝织品，就像这样的东西，啊，很细，也非常柔软。网啊，交互联络之纹样，啊，如燕王张之则现，不张则不现。这个燕，啊，也是一种。候鸟啊，它在张开翅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只有指节之间有膜，有网膜啊。它收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到啊，它很细。佛的手指、手掌、脚掌也有啊，脚与脚有网膜啊，手指之间也有网膜。这是它的样子，第五种相好的样子。此相呢，乃由修四摄法，摄受众生而有。啊，都是有因的，修因正果啊。啊，四摄法是佛门，我把它说作。公共关系法啊，交际法很重要啊。我们跟人相处要懂得啊，不懂得很多事情啊就会有障碍啊。1999年我在新加坡把9个宗教，那个时候9个，现在10个，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新加坡政府很欢喜。啊，他们有个首席部长，曾思成，啊，来访问我的时候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啊，他说：“我们这个宗教有个宗教理事会。”成立50周年了，都没团结起来。每年只是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过年的时候聚聚吃一餐饭，平常没往来的。你用什么方法把它团结起来？我说我的方法佛教的，他很惊讶。佛教的什么法子？四摄法。啊，什么叫四摄法？摄是摄受。啊，四种。第一种布施，第二爱语，第三力行，第四通思。啊，佛教给我们应付一切人。啊，头一个布施啊，送礼啊。所以四摄法里面的布施，这个意思要知道。他不是度兼贪的，那是六波六度，跟六度的名词一样，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目标也不一样。啊，这个是要联络感情的，联络感情投个送礼呀，那不送礼怎么行呢？啊，所以礼多人不怪呀。啊，我用100万新加坡币。团结9个宗教，值得了。啊，每一个宗教送一份礼。啊，这现金送10万。为什么？每一个宗教它都有慈善事业。啊，他们办孤儿院，办养老院，啊，办学校，办医院。啊，
我们帮助他。啊，这个他们欢喜啊。啊，可是我们佛教徒不欢喜，骂我，法师，我们的供养来了也不容易啊，你怎么送到外教去了？我告诉他们，我说他们办孤儿院，我们要不要办？要啊。养老院要不要？要啊。慈善要不要做？要啊。我说他们已经在做了，我投资进去，我不就赚？他替我干了。啊，我不要动手啊！我的这功，他的功德，我就分一半过来了。我说要不要做？这大家才明白。啊，心量要大了，好事不要我一个人做，大家做更好。我投资嘛，啊，我在幕后嘛，我出钱，你出力吧。啊，新加坡。天主教来找我，啊，他们有个医疗队，到非洲去帮助那些病苦的人，啊，他来告诉我，有三个医生，还有护士，几个人组个团过去，我马上拿了5万块钱给他做医药费，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他发誓。那个地方交通非常不方便，你能不能送个救护车？我说多少钱？说3万多，行，可以。啊，送他一辆救护车，啊，欢喜啊！啊，他替我去办，做好事。啊，量要大，大家一起做。啊，有一年。好像第二年、第三年，伊斯兰教来找我，他们有个职业学校，啊，完全是训练职业的，啊，打工的，连烹饪都有，啊，缝衣服什么都有，好像有20多个科目，啊，培养这些，培养他们就业，这个好事情，他那个学校。是租的，那个主人要卖，啊，要卖他们就想买下来，啊，还差钱，我说差多少？差70多万，70多万对我就难了，10万之内的没问题，我马上给，70万这个律师不能开，啊，我跟林博远商量怎么办？我们做义卖，发动一次义卖来帮助他，啊，让我们的佛教徒找了一个广场，摆摊子，啊，做一天的义卖。在义卖之前，我们走路走了7公里，啊，拿个旗子号召，哪天义卖？为什么？啊，帮助伊斯兰的学校，啊，当天。新加坡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是伊斯兰教啊，是他是印度人啊，他也参加我们队伍，我跟他两个人带头走7公里走到义卖场，那一天卖下来收入100多万，全部给他了，这问题解决了。所以要互相支援呐、啊，要真肯布施啊，真干呐、啊！啊，新加坡的宗教就变成一家人，兄弟姐妹一样啊，啊，非常好啊！啊，我访问梵蒂冈，在梵蒂冈上。碰到我们新加坡天主教的修女，啊，亲切接待我，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修女的修道院。中午他特别给我做了一餐素菜，请我吃饭。
宗教要团结，社会会和谐，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宗教要互相学习，根才扎得牢。不能互相学习，那都是我们人情。这个没有根，互相学习经典就扎根了。扎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在国际上一些活动，常常邀请他。我们一起来参加，一起去旅游。四学法头一个布施，就是多请客、多送礼，就这个意思。第二个爱语，这个爱语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并不是什么好听的。真正对他们有帮助。对他们有利益，这一种言语，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不要站在我们立场，替处处替他着想。第三个利益，我们所作所为，决定对他有利益，对他没有妨害。对他们有妨害的，我们要回避，就不能做。第四个同事，我们共同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同事有个目标，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我们一同来做这桩事情。大家都欢喜，所以我到澳洲参加澳洲宗教，参加澳洲的族群土著，我跟土著关系非常好，帮助他们建学校。做人的确是很快乐的事情。看到这些效果，好事情。我们帮助他，他要帮助我。互助合作，是摄持众生而有，能触摸自在无碍，表利烦恼我也，知无为。彼岸之德，做事需要双手啊，双手万能的，没有双手就不能做事啊。好好利用这双双手，多做好事。要团结，不要分离。做别人喜欢做的好事，他如果觉得我们对他有妨碍，我们就远离。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做。我们要把地球看作地球村，我们都是地球人，不要说是我说这一国人那一国人，不要，我们都是地球人，就是一家人。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工作做得圆满，做得好。不要有顾虑，真正是好事，与社会有利益，与国家有利益，与整个世界有利益，尽量去做。越做越欢喜。越做福报越大。越布施越多嘛。
财布施得大财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何乐而不为之？四学法非常重要啊！表能离烦恼啊，智无为彼岸之德啊，无为彼岸，这就是大般涅槃，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啊，宗教要能回归教育，天下什么事都没有，怎么会搞成这么乱？没有人认真学，没有人去讲啊。去年我第三次访问梵蒂冈，教宗邀请，本来想不去，想想前年去过一次，跟他谈到回归教育的事情，啊，去年再去一次，就催促一下，提醒他的注意，啊，教宗给我通言，啊，身体还可以。乘着身体还健康，多做好事啊！啊，团结宗教，他体会到了，他也很认真努力在做。啊，他们对于别的宗教成立一个组织，像外交部一样。啊，陶然主教主持这个法门，我们到教廷，他来接待。宗教一定要团结，宗教一定要回归教学。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学佛62年，讲经55年，连个道场都没有。我们有寺庙，在这只有我道场啊！啊，你们看到我讲经这些在那里拜佛，那上面是我的大雄宝殿。下面是我的万行先祖纪念堂，底下求超度的功德堂。啊，外面还看到都不错，没有看到我里面的。到这来一看，原来庙都没有，这么个小地方。声名在全世界啊，自己用这种方法教学最好，省事安心。如果有个讲堂来了几百人、上千人来听，你说你麻不麻烦啊？我这个地方的时候顶多容纳10个人，不得了了啊。平常呢没人，就是我一个人讲啊，啊，我们用卫星传出去，用网络传出去，全世界都能收到。啊，这个工具太好了，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有同学告诉我，估计听众的上亿在全世界啊，所以这么好的工具应该每一个宗教都要来讲，我欢迎他们，他们没有卫星电视，我有，你们把光碟拿来，我替你播放，这个我做得到啊。啊，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这个好的法师大德
出来讲经，把你的经讲明白、讲透彻，让学习的人不迷信了。啊，真搞清楚、搞透彻了，宗教与宗教之间矛盾没有了，你才了解。啊，没有矛盾的地方，宗教可以交往，可以成为朋友，成为兄弟。啊，我们这十几年做得很有效果。啊，宗教里头团结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爱。宗教是爱的教育。啊，你看看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这三教是实用一本圣经。新旧约，犹太教是用旧约，基督教用新约，天主教新旧约都有。我讲过玫瑰经的天主教的早晚课，我的光碟在天主教流通，他们都喜欢。啊，最近我看到中国天主教跟佛教对话了，啊，找的是胡晓林居士，啊，他把这些光碟寄给我看，好事情。啊，前面一位大主教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傅天山，啊，他过世了，啊，这个新的主教我没有接触。啊，我的玫瑰金光碟是送给福田老的。啊，他们都看，都欢喜。啊，所以宗教今天可以互相讲啊。我讲他们经典，我讲过《古兰经》啊。他们也可以讲佛经啊。可以互相交流啊。啊，互相学习，好事情。要把宗教变成一家人。那么以四摄法摄众生，啊，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方法，非常有效果。我们跟所有宗教往来都秉承释迦牟尼佛的四摄法，啊，得手足往慢相，不破坏他故。这句话重要，跟任何人往来，决定不能破坏他的传统，不能破坏他们家的规矩，不能破坏他的利益，谁不欢喜？大家都欢喜。你对我只有利益，没有只有利益没有害呀、啊！啊，扩大对待每个族群、每一个国家，啊，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冲突，所有冲突都能化解，真正让世界恢复永久的安定和平。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